我们最期待的奥斯卡影片选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请大家眼睛张开，然后大大的给他一个赞。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谢谢。咦，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啊，今天是日才生日，我们一年级班想说。Welcome to your favorite news channel, The Voices of YTES. We know that you've been waiting all year for this. I'm your host, Teresa, and this is my co-host, May. And we've got an exciting segment for you. May, do you want to take it away? Okay. 欢迎大家收看育才之声。听说新北市育才国小快要63岁生人了。二年级发挥创意，全体师生排出学校名称缩写 YTES, 帮育才一个大大的惊喜，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精彩的画面吧。Wow, that was really impressive. 200 little second graders were able to create such an amazing formation, don't you think? 超级精彩的哦。Let's go back live to our reporter Patty as she asks some questions to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我们将派出特派记者做一个突击的校园访问，听一听二年级小朋友的心声。我们把镜头交给特派记者张馨月。好的，谢谢主播。我们现在已经亲临了新北市市立育才双语国小的现场了。那就请你们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进来采访一下育才小学的师生对这次的活动有什么样的看法。哎，摄影师走咯。哇，你是在育才的老师吗？好，那我们这边是育才之声，那想要访问一下，听说今年是你们育才63岁的生日，不晓得您有什么话要跟学校说一下或祝福一下。首先先祝福育才生日快乐。63岁虽然是个老学校，可是他却人才奕奕，朝气蓬勃。我在这个育才已经第15年了，然后都是最美好的回忆。我们现在呢，记者来到了他们二年级的教室，可以看到小朋友现在正很专心的在上着他们的英文课，那就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的英文老师和小朋友吧。好，请跟着我一起进来。
We would like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 about our school. Is that okay? It's perfect. This year is Yucai 63rd birthday. So can you say something to Yucai or your experience in Yucai to share with us? Oh, happy birthday! And I... Guys, I can't believe it's 63 years. I can see why it's a wonderful school, and yeah, happy birthday! 然后现在想问问小朋友，你们在育才国小已经第二年了，请问你们在育才经历过哪一些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活动？小屁！好，我们来听听看，来，小朋友请说。小屁！圣诞节。为什么万圣节你印象深刻？因为可以拿到糖果吃。我们是育才之声，然后想要访问一下你们一些问题。如果你们可以来盖育才国小，你们希望育才国小增加什么样的设施？打 Switch 的专区是吗？好，打冰车。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有那个有一个可以。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像那个云霄飞车，可以一直上上下下。你的意思是说，从五楼的小朋友就可以直接搭着云霄飞车，然后又像溜滑梯一样可以溜下来。好，我们现在呢又到了另外一个班级，我们来看一下他对我们育才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请跟我一起来。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育才之声的记者。那我想要问一下小朋友一些问题，欢迎踊跃回答。请问一下，如果有一天育才要改编制服，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请这位女生来说说看。不要有皮带。不要使用皮带是吗？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上厕所比较方便。哦，好。穿西装。你婚纱，蓝色蝴蝶。你是说头戴蓝色蝴蝶结吗？头上戴着蓝色，戴着蓝色的领结是吗？哦，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位小朋友，来，请问一下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女生可以打领结。女生可以打领结，对不对？啊，男生，那男生呢？男生打蝴蝶结。打蝴蝶结，好的，谢谢你。老师你好，我们是育才之声，我们不晓得方便访问一下您一些问题吗？好，什么问题？老师你好，请问一下，你在这个育才国小工作是吃这边的营养午餐吗？对。不晓得你们的午餐怎么样呢？听说很不错哦。我们午餐是挺不错的，我最爱的话就是炸鸡的部分，炸鸡很好吃，通常呢如果有剩的话，我会再多拿一块。是不是要方便进去你的教室访问一下你的学生吗？请进。好，谢谢。那我们就跟着这个老师的步伐前进。对，前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班的学生对他们的营养午餐有什么样的想法。小朋友你好，我是育才之声的记者。那刚刚已经访问过你们的老师了，想要问一下小朋友，不晓得你们对育才的营养午餐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建议？有没有小朋友可以跟老师跟记者分享一下呢？这边有一位小朋友，我们来访问他一下。你好，咖喱。咖喱是什么意思？咖喱就是咖喱炒牛肉，很好吃。我希望有那个增加的汤是那个馄饨汤。我觉得炸鸡很好吃。我喜欢吃鲷鱼。各位小朋友你们好。这边有一位小朋友，我们来访问他。你可以接受我的访问吗？好，谢谢你。我们是育才之声。请问一下，如果您在育才现在今年是二年级对不对？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育才增加什么样新的课程呢？聊天课、同乐会、送礼物课。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育才国小的学务处，我们来看看这边有哪一些老师可以接受我们的访问。老师你好，您是在请问一下，您在育才是从事什么工作呢？自然科的老师，还有身教兼体
上铺，没有一个这样的，凭什么上铺？好，好，那好，不，还没问题。那请问一下，今年是我们育才63岁的生日嘛？对。好，那不晓得老师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育才说呢？生日快乐。哦，你在育才最喜欢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在育才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跟小朋友然后一起共同的成长，然后还有跟他们一起做很多有趣的活动。对，因为我觉得育才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家庭。好，谢谢这位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位老师，我们来访问一下他啊。哎，请问美丽小姐您好，请问您是在育才服务担任老师吗？当然。好，那我们是来自育才之声，想对您问几个问题。没有问题。谢谢您接受采访。是什么样的秘诀可以让你这么热衷于教育，然后每天笑口常开？因为同事之间的感情非常的好，每天上班乐在其中，这就是我每天最大的动力来源。Yeah。 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育才国小的专任教室美劳教室。我们来看访问一下里面的师生。老师你好，你好，我们是育才之声。不晓得老师方便一下接受我们的访问吗？是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问您教的科目是哪一科？三到六年级的美劳。哦，那老师您在育才还有生活？那老师您在育才服务几年了呢？很久，所以我们访问到一位很资深的老师哦。那不晓得老师，您在育才待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您对育才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或什么样的感谢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育才就很像我第二个家，那就是大家都相处得很和谐，然后是很一个快乐学习的好地方。谢谢。那好，刚刚我们采访了很多育才国小的师生，那我们来听听看其他的民众对育才国小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请跟着我一起来。这位民众你好，我们是育才之声，那想要访问你一下，不晓得您对我们育才国小二年级的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育才国小二年级师生很活泼，很有想法，很棒。那你可以为我们育才国小，因为今年63岁生日，说几句话吗？生日快乐。育才今年63岁，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小学了。那在这边祝育才生日快乐，然后小玉昌隆。谢谢育才给我最自由的教学空间，祝育才生日快乐。It's great that they have a birthday every year. Happy birthday. 祝育才生日快乐。祝福育才校育昌隆，越来越旺，招生满额，耶、yeah！ 祝福育才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更蒸蒸日上，然后教育更多的英才。Happy birthday, 育才！ We all love working here. We have great colleagues and great students. Have fun!点子真是太棒了耶！那我们就决定中午吃炸鸡，下午上礼物课吧。育才之声，我们明年见。Thanks for tuning in. See you guys next year. Bye bye.
朋友好，感谢你持续关心国人的健康。今天我们到育才小学，适逢这个校庆，特来赞许育才防疫有功，也同时祝贺育才生日快乐。那根据可靠县民指出，贵校四年级防疫最佳。现在我们画面交给特派记者申伟。
金头脑，耶！四年级我们开开心心学习，跟着育才传爱全世界，散布温馨情。Be graceful and beautiful. We have big heart and bigger mind. 五年级的我们精力充沛，爱跑跑跳跳，其实很容易跌倒，让老师担心。Wonderful, 二年级是好闹闹，快乐学习乐逍遥。